一直问我磁共镀轮毂是怎样修复的。视频录制时常问题，我简单介绍几个关键流程。首先脱漆，然后进行脱脂脱膜，紧接着对轮毂进行喷砂打磨，喷涂底粉，高温固化，再喷介质粉，然后进行磁共镀，最后完成透明粉的封面。许多朋友问劳斯莱斯飞天女神金雕是怎样修复的。首先对女神雕进行打磨抛光，女神雕的制作非常的精致，细节的打磨需要非常耐心。抛光后除油除蜡，接着淤度减铜，紧跟着镀光亮铜，随后光亮镍 K 金打底，最后24 K 金完成整个修复过程。建设蒸发镀膜机具有结构合理、抽速大、工作周期短、生产效率高、操作方便、能耗低、工作稳定、且磨层均匀、成膜质量好等优点。该设备主要广泛应用于汽车、音响、各类小家电、电脑、钟表、手机、反光杯、化妆品、玩具等行业。可加工的材料包括 ABS、PSTP、PC、PVC、TPU、尼龙、玻璃、陶瓷、金属等。可镀基材表面状态：电镀亮面、哑光面、半哑、全哑、工艺电镀皱纹、拉丝、雨滴等。镀质颜色有金、银、红、蓝、绿、紫、黑、七彩等各种颜色。�gzhicheng成科技可根据用户要求设计各种规格型号的真空镀膜机。真空机组及电控系统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设计配置。联系赠工服务专线13713375955。